我把奥特曼和怪兽一起封印成了卡片，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们。OK， 先看看这吧。这是怪兽阿基拉，一张 SSR 卡，德凯奥特曼，还有特利迦奥特曼，雷古洛斯奥特曼，赛罗奥特曼闪耀型，雷德王 B， 杰德奥特曼豪勇形态，又是一张对战卡。哇塞，快看，出现了一张 LGR 烫金卡，斯科特奥特曼。天哪，他这个非常经典的 pose 看起来好帅气呀！呀吼！接下来是第二帮，戴拿奥特曼袭击形态。哎，找到了一个黑暗迪迦。不过这好像哪里不一样啊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吧。那我们接着看。Let's go。戴拿奥特曼强壮型。吉里巴尼斯。哦，快看，这个才是我们要找的迪迦奥特曼强力型。Cool。天哪，他这个飞踢腿看起来实在是太帅了。维克特利奥特曼，戴拿奥特曼闪亮型。哇塞，出现了一张 UR 白金卡无影达姆。这是我们要找的怪兽吗？第三棒，梦比优斯奥特曼，炙热勇气形态。哇，这是一张 SSR 卡，特利迦在对战怪兽呢。呀吼，查克奥特曼，赛罗奥特曼强壮日冕型，镜子骑士，哦，缠人类。哇哦，这是一张 LGR 卡，梦比优斯奥特曼无限形态，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呢。最后一张，尤利安，这是一张 HR 卡，还是 3T 卡哟。好了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